那想要消暑，凉啊凉啊凉，看过来就对了啦。日本的珍珠奶茶，一寡较甜点类的方式，看起来真清凉。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较不同，真正正纯的天然茶。啊，不过咧香味较无啦。有人有掺化学香料，但是咱就无爱掺。啊，梅仔汁应该是干了梅仔尔，再来搁掺汁济。阮酸梅汤吼，内面有十几种材料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日拜一暗时10:30，超地状元。